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Macy， 我是 Kevin。然后刚刚呢，已经帮 Kevin 剪了个头发，然后他洗了个澡，我也洗了个澡，我帮他剪了个头发，我的身体也有头发了，多尴尬。然后我们两个都洗了个澡，然后我穿的都是睡衣，然后就素颜给大家来一期开箱。怎么样？然后顺便，其实 Macy 的素不素颜，化妆差不多，没什么不一样。说实话，我就感觉他买那化妆品浪费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先给他，我剪的怎么样？你转个头，在后面，噔噔，另外一边，噔噔，好了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买的东西吧，先给大家 preview 一下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期的视频，一大箱都在这里了。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拆吧，然后你顺便你可以，你买了些什么东西？我是在那个 UU Zone 那里下了一单，然后呢，就这么着吧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第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？然后如果有零食的话，你那时候不是很想喝，他很想喝那个饮料，你可以，我开箱的时候你可以喝，然后说一下那味道是怎么样。好，他一直很想喝的是这个，这个白桃的饮料，然后白桃的饮料。白桃果肉饮料，然后在这里全部都是日本，应该是日本来的产品。然后呢，可以看得到日本人的产品。我说实话，日本的所有东西都特别，说实话挺贴心的，真的。它上面写的包装也很好啊，包装也很好。然后呢，日语在说明书上面很多东西，你其实看得懂。其实中国人是看得懂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的名称25%的果汁入什么饮料，你就可以说，就是说这里面有25%的东西是果汁。然后我们开一个吧，我们开一个来喝。这个不知道，可能是运输的过程中可能有点烂掉了，这里有个坑。然后我们可以先把你先弄吧。然后我开下一个，然后下一个这个也是一个果冻，超好喝的，也是那个葡萄peach flavor 的，这个也是 peach flavor 的。这里面有一些糖浆的味道，然后呢，你喝进去的时候有一些一粒一粒的，应该就是桃子的。你要 shake 一下，你 shake， 扭进，然后喝起摇一摇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减肥的代餐品，然后这里的卡路里才37卡路里，看到了吗？37卡路里，我还蛮好奇这是什么味道的，说实话，好想试一下。好。吃播，你试试。然后开始下一个开箱，特别好吃，那个里面的果冻还是蛮不错的。这个东西跟这个桃子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是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可能就真的是因为这是25%的东西，而且里面加了芯，加了那些糖浆，这个可能因为它要把这卡路里弄低一点，然后它的那个甜味就没有那么多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更好喝。哪个？果冻吗？我也喜欢果冻。果冻更好喝，因为它没有那么甜，而且它里面有嚼的东西，就很好喝。然后下一个是一个叫做等你捞的一个火锅底料，是番茄味的。然后这位先生呢，他吃不了辣的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番茄的火锅底料。我吃一丢丢可以，但是番茄的话当然就是我的最爱了。是的。多少钱这东西？3块多。3块多，值。3块多就好过我们之前打火锅的时候加那些方便面底料，好难受的，知道吗？那是因为我们就是用完了底料，然后又想打火锅，只能用那个方便面的底料。他还让我去喝汤，倒雷了。好，下一个是我来大姨妈的时候必须得用的一个东西，就是热敷的，这个里面。就是热敷的，然后这个里面是含生姜的哟。之前买的那些呢，就是单纯的，就只是拿来热肚子的。但是这个里面含有这个生姜的成分，所以呢就很就是想试用一下，看看好不好用。我采访你一下，就是大姨妈来的时候，这个暖宝宝真的有用吗？有用啊，就是你放在那里的话，因为我之所以痛的原因，可能是有血块的原因，它出不来，所以你肚子暖一点了，让那个血更容易出来吧。我个人认为。那你觉得喝热水有用的，还是这个有用一点？Both。然后下一个是这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看看，是这个，就这个，你不知道，香香的是不是？这个呢是防臭的，你要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的，这是专门给蔬菜那一格防臭的那一个。然后我没想到它这么的蛮重的，蛮有质量的，我以为它就是。这边很多 liquid， 我感觉是 liquid。是，我以为我买之前是以为我们现在冰箱用的那一种，是里面那种沙沙的。是 ，anyway， 我买了这个，然后就想给，就是就防臭嘛。冰箱没有那么臭。
这个这是下一个，这个是一个沐浴露，从来都没试过这个的沐浴露。这芦荟胶的是不是？是这个芦荟味，我想是闻一闻它的芦荟味重不重。其实说实话，就是香味，没有闻到特别大的芦荟味，说实话，就是很香的一个味道。嗯，它就是芦荟的香味嘛，芦荟香。嗯，那这个东西。你看这个东西哈，它虽然是这么一小个，但是它上面已经写的是家族的，就是大瓶装的。它这个是550毫升的，我记得。它应该可能就是那种你挤下来全是泡沫，而不是那种 liquid 型的那种。到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泡粒嘛，看到这是这个泡粒，你按马上变泡泡，然后就是在身上涂。啊，这个就是 Daiso 的一个洗刷具的一个soap。哎，这个不行，因为它这个里面。它封住了，但是这个是给我说洗刷具的一个 soap， 然后看见别人推荐的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，而且这个还蛮便宜的，好像才299，特便宜这个，然后150ml， 然后就跟大家说一下嘛，买了一个多少钱啊？这个东西哪个？那个粉红色，粉红色洗刷具的那个东西，299啊，299哦，对，你刚刚听啥了？呆了吗？发呆啊？没听见。然后他凶我。然后又是吃的，我们这次买了好多李子柒的东西。嗯，你看这个李子柒是谁？你没看过他的 YouTube 频道吗？土豆的一生。哦，不知道。拜拜，反正就是一个很会弄东西的一个女孩。然后，那个就是说，从第一个是从他就是说做一个菜，从种植到浇水到采集，然后到做菜都他一手包办。录一个视频录一年的那姑娘是吧？是就是李子柒。然后这个买的这个呢是椒麻宽面，很好奇它里面是什么来的，到时候试吃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回馈。然后这个是关东煮，我最期待的关东煮，也是有两盒买了啊，里面应该是有很多那些肉丸子之类的东西。然后这是素食来的，素食啊，这马上就可以吃是吗？但是你可能要放点热水在那里，好像跟方便面一样的。哎，那到时候我们可以买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在超市那里买一些肉啊虾，这里面已经有肉了，泡在这个酱里面就可以吃好多顿了。是，然后就是也不错，这个东西到时候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试下次试的时候拍个试完之后再我们再拍一个视频吗？对。然后这个也是李子柒的啊，螺蛳粉我的最爱，然后他的最不爱。原来你最爱不是我，你也是我的最爱，然后这个是我的最爱之一。原来我是之一。你是之一，他是之二。好，下一个也是李子柒的 这个我看很多人都推荐的。什么东西？这个叫做桂花坚果藕粉，是一个藕粉来的。这个咋扔的？然后里面有些坚果，然后是粉状的，然后你拿那热水来冲一下的话，它就会凝固起来，然后就特别好吃，早餐适合吃这个。哦，但是我很喜欢它包装，包装起来很有质感的。嗯，它你是不是一开始以为它是茶叶啊？对，我说哇，梅西怎么会买一个茶叶？他怎么会这么贴心呢？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喝茶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买个茶叶，这么好的包装应该很贵吧？一看藕粉，哎，这个。这个是爱茉莉的那个染发剂，然后买的是 Ash Khaki， 是7K 的这个颜色，然后下一个视频或者之后的视频我会使用它，看到了，期待的话，这个时候是个黑色头发的，有这么多头发，然后呢，下一个视频呢是变那个头发的，可能更少头发了。我就很想试一试我染了头发之后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姑娘长大了就染头发了。然后一直就是这个，我头发从来都没染过，所以我就是特别。我头发也没染过。那你要跟我一起染吗？我不要。那就是，别说废话了。我坚持了这么久不染了，为什么突然要染？是的，到时候。坚持了吗？所以，如果大家期待的话，到时候回看我的染发视频啦。没错。好，最后两样东西，还有两样都是彩妆。你看，这好迷你。嗯。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彩妆。你拆开来看看，我就给你拆。啊、然后它这个的包装其实包装的蛮好的，这个是一个唇釉，是那个 Rimmel 的一个唇釉，哦不，这个是一个 Roman 的一个唇釉，Multi 系列的一个唇釉，它是雾面的一个 finish， 那个是丝柔的一个雾面 finish，
其实我觉得萌萌可以做一个即时群，就是关于那种彩妆的名称这种东西。啊，好好看呐、啊！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哦，这个是那个资生堂的一个粉底霜。从来都没试过用粉底霜，因为我多数都是用粉底液的。然后呢，就是看到它的回扣，就是看到它的 review 还是蛮好的，所以我就想买来试一下。然后我买的这个4号呢，是 P10， 我记得它这里没写 P10， 是针对那个粉底，就是粉色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想说啥呀、啊？你要帮我打开来吗？在它打开来的过程当中，我想试一试这个。这盒子还要吗？最好要吧。我想试一试这个，丝柔雾面的唇油。你吃嘴巴上不就好了吗？我要给大家试个色。而且它闻起来好香啊，像巧克力味，好香的巧克力味啊！你闻一下。嗯，好吃、啊。你要不要吃、啊？然后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。是类似于 caramel， 哦，这支好像就是 caramel tea， 这支是的。然后我给试一试，我刚刚是没涂口红就直接上镜了，就完完全是素颜。因为我知道我等一下要涂这个口红，然后这就是涂出来的感觉。是偏橘调的，因为它是那个 caramel， 就完完全就像一个 caramel 的一个颜色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这是资生堂的一个粉底霜，这样子的，好小一瓶啊，这好像才29G。看不起啊？就贼那个了，你别，然后啊、那个，然后 Kevin 把我的那个纸给拆掉了，证明我现在我就要马上用了。是开包装的东西必须得马上用，然后它是这个颜色的。它这买了就买了，说一年之后得用吗？你还有好久时间可以用，不一定马上用。它上面写着，它这日文上面的东西，日文的东西，说实话，中国人真的能看见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然后它是一个特别容易打开的一个纸的一个包装，它上面，嗯，我想试一试，看看这特别贴心，因为你就、哦、我刚刚就轻轻一拿，哦，开了。看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，好像跟我的皮肤颜色稍微白一点点，跟我的，然后它是偏粉一点点的，然后它这里面呢，它里面还有这个我的清单，我买了些什么，它会有一张清单列给我，然后所有价格啊都在这里面，然后它还有给了一个卡，它就是这个卡呢是有那个售后服务，然后他们的一个微信可以加他们。然后就是售后服务，然后他这里呢还写着，如果你就是分享在小红书啊或者朋友圈那里啊，嗯，你就可以拿积分，然后积分呢就可以继续在他们那个平台上使用，这样子也蛮不错的。可以换钱。嗯，就是换钱嘛。这个 UU Zone 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如果你是 GTA Area 的话呢，你满69刀呢，他就给你免运费。GTA Area 是什么东西啊 ？GTA Area 就是多伦多那附近的一个 Area。就是。就称为什么 Great Toronto Area， 就大多地区是吧？大多地区嘛，我还真不懂， Great， 对，我真不懂那个什么。反正在 GTA Area 那里呢，你就是满69刀呢，你就免运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不在 GTA， 所以我要满99刀才能免运。所以 Macy 这次又花了99刀。今天的开箱就结束了、啊，非常圆满的成功。我们的开箱视频 ，High Five， 嘿，好了，那。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呢，就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了。然后欢迎给我们评论，如果你们喜欢什么东西呢，想要什么开箱视频呢，可以写在我们的那个评论区那里。然后等梅西有钱了，他就会买过来。你可以跟他说，我想住一下一个，住在一个海滩别墅那里。我告诉你，明天他就给你买一栋，是不是？行，没问题，我有钱当然行了。嗯、没钱的话就算了。没钱我给你编，我编故事特棒。看出来了，每个人都能看出来你编故事贼棒。OK？ 谁看得出来？我看得出来啊。快点。啊，好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